是这个 space filter， 好，最早的例子呢是大家可能在一些书籍上看到叫Piano Curve。那我们今天会介绍的是跟它同类型的，只是说构造方法可能不是它最原先构造的那一个。好，那在开始讲之前呢，我们想要先来谈一下以下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这样的，我把它写成一个 lemma， 一个 lemma， 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lemma。我先叙述成比较数学的样子，但是再告诉你它实际的意思是什么。首先呢，假设有 a 跟 b 是两个实数，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再来呢？我们在欧式空间里面呢有四个点 ，B1、B2、Q1、U2， 他们是在某个欧式空间里面。好，给定了这些 data 以后，那我们可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些 data 去做两个映射。这个映射呢是从实数线出发送到欧式空间里面的。我分别把它叫 phi i， 有 phi 一、phi 二两个映射。好，那映射的方式呢是，我通常会把它叫做 affine max。这个词会在比较古老的书里面才会出现啊，那或者在比较高等的书才会用这个词汇。这个中文叫做仿射。好 ，Fine Maps， 待会我会解释。好，那这个 Fine Maps 呢，它的要求是，它要把 A 送到 Pi，B 呢是送到 Qi。好，那这个地方 I 是1跟2。好，这是我们的假设。好，待会我会解释这个仿射 Fine Maps 是什么东西。不过先等一下。好，那结论是这样的，结论是说，这两个映射呢。你就把它想成是左边是时间，右边是它在 R1 中的影像，所以它是一条参数曲线。请说，有问题吗？没有。好，你想成这是两条参数曲线，变数是时间，那送过来是影像，其实它是在 R1 中的参数曲线。好，我们想关心这两条参数曲线在同一个时刻的远近，所以我加这个绝对值是在 R1 中的向量的绝对值。换句话说，是在看这两个点的远近。好，如果这个远近呢，它一定会小于等于 max P1 跟 P2 的距离里面还有 Q1 跟 Q2 距离这两个人里面比较大的两个。如果说我的时间呢，它是介在 AB 这两个数字的中间。好，这是它的叙述。那么不要被这个名词吓到，我现在来讲这个映射是什么。
这意思非常简单。什么叫做 affine maps 呢？ affine maps 指的就是，呢，这是实数线，这里有一个点叫 A 点，这里有一个点叫 B 点，你就想象它是在空间中的直线运动，所以它经过 phi i 以后，你希望 A 点是送到某个点叫 pi， 那 B 点可能是送到某个点叫 qi， 那其他的点呢就送到它们的连线上面。连线上面，好，这个是我在 RM 中的，这是时速。好，而且我们要求呢，这个运动呢是等速度的，就是你走的时候，随着时间走的时候，它是均匀速度的，速度是常数，可以吗？好，那么这个就叫做这种映射就叫 affine maps。我现在举的是最简单的例子，单变数的，你可以很容易的推广到多变数。不过我今天不想去讲，所以 我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好，可以吗？那实际上你是可以把它完全写出来的，待会儿我就会把它写出来。好，那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重点是，如果我有两个这种的 affine maps， 一个是分别送到 P1 Q1， 那另外呢可能有一个是 Phi2， 它可能是送到 P2 Q2， 对不对？可能是这样，有个 Phi2。我们关心的是在同一个时刻 T1 的时候。这是 Phi1T， 这是 Phi2T。 我们关心的是这两个点的距离的最大可能，最大可能是什么？那它的结论是说，反正这个最大可能呢，绝对不会超过一开始 P1 跟 P2， 还有 Q1 跟 Q2， 不会超过这两个里面比较大的那个。结论就这么简单。那图形上应该也可以感觉到好像这么一回事。好，那很快写个证明，这个证明也是高中数学，所以可能是高中数学。我不知道大家幼稚园有没有过这个，但幼稚园教给你，你应该也会啦，我猜。这个映射我们刚才讲了，你是可以直接把它写出来的嘛？它就是 v 减 p 除上 v 减 a 乘上 pi 加上 p 减 a 除上 v 减 a 乘上 qi， 可以吗？好，这个地方呢 ，t 是在实数里头，然后 i 是1跟 2， 对不对？你知道这映射其实是这样，有问题吗？仿射定，仿射定就是，就暂时是这个。如果你真的要讲它的定义是什么，晚一点再讲好了哈。你现在不要管它，线性吗？不，差不多了，它是差不多是线性，但是差一个定义，这样讲可能会好一点。我们把它解释为就是一个线性映射的平移，好不好？线性映射完再加一个平移，或是平移完再加一个线性映射，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好不好？好。为什么要？因为它跟原点没有关系嘛。它关心的不是原点，它关心的是本来在同一条线上的东西，印过去是不是还在同一条线上，然后比例是不是一样？好，点之间距离的比例，好，在线上，所以它并没有管这个原点要印到哪里，可以吗？好，这个同学讲的，这刚才。余中敏同学讲得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跟线性映射有关的东西，只是差一个定义。好，好，那么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 case 上就长这个样子了。那不难看出来，你带 A 进去就是 PI， 对不对？带 B 进去就是 QI， 好，所以可以肉眼看出来。那我们就直接把两个距离拿来算一算了。这个你们在不应该抄，我也不太应该写，不过已经写了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一写。你就看这两个映射呢，它的距离啊，那距离就是 P1 减 Q 啊 ，P2 的这个组合。好，这个组合对不对？那这组合呢，你用三角不等式就可以拆成两个，对不对？拆成两个，那拆成两个就是一个，别忘了我现在考虑的 T， 这是一个非负的数字。好，因为我的 T 现在是要求在 AB 区间里面。我这个结论只有对 A B 区间里面的 T 啊，只有对中间的 T 我才管，旁边的就不管，旁边的就 不会对了啊。好，那我就拆成两项之后变成什么？变成 B 减 A， 这个地方变 P 1减 P 2， 加上 P 减 A， B 减 A， Q 1减 Q 2， 对不对？这就是三角不等式嘛。那当然就小于等于，他们两个都比他们的 maximum 要来的小嘛，所以就小于 B 减 A。注意啊 ，b 减 t 除上 b 减 a 加上 t 减 a 除上 b 减 a， 整个东西的 maximum p1 减 p2 q1
1 减 q2， 对不对？那这不就是一吗？啊，所以这证明就这么简单，可以吗？这没什么，这我刚才讲这是高中数学，对不对？看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它，那只是写出来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啊。好，所以我们先分析这个最简单的映射，就是直线映射啊。简单说，反射映射就是一个把直线送到直线，然后导时点之间的这个距离比例的关系啊的映射。只是说你可以是你是可以把它清楚的写出来的，这没有问题，好吗？好，那待会儿我要把这段擦掉，可以吗？这段要擦掉啊，我想要维持在黑板上的空间。好，所以证明很简单，就三角等式解开而已。那像这种组合哈，其实我们是故意把它写成一个比较复杂的样子。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把后面这个数字，这个系数叫做 lambda， 前面这个就是一减 lambda， 凡是这种组合就叫做一个反射组合，叫做一个 applied combination。你们学线性代数的时候有线性组合嘛？线性组合就是系数随便拿来加。那如果说我们要求说系数要全部加起来等于一的话，就叫做一个 applied combination， 反射组合。那如果还特别要求这个系数要大于等于零，就叫做一个 convex combination， 好，叫凸组合，可以吗？那 affine combination 就特别强调是他们在直线上面的在同一个直线上的东西，凸组合是特别强调在这两个点中间的那一段。好，可以吗？所以这雷马应该没问题。好，那我擦掉了。好，接下来，接下来我再引进一个 lemma， 好，然后我讲完这两个 lemma， 再来告诉你说为什么讲他们。不过至少看起来还蛮简单的，所以要做一个热身，好了，好。好，下一个 lemma 是这么说的，我们令呢 ，delta， 它是一个正三角形。好 ，equilateral triangle， 这个字是正三角形的意思。这么惊讶，奇怪。好，然后它的边长，我们假设边长叫做根号三 l 好了。这是为了方便，为了我们等一下写的时候写的比较方便一点，先把根号三拿出来这样。好，假设有一个这个正三角形。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考虑两个映射，待会儿画图。不过我要接下来考虑两个映射。这个映射呢是叫做 F 跟 G 有两个映射。好。这两个映射呢，它跟刚才一样，都是参数曲线，只是说不是 affine 的。我现在稍微复杂一点啊。那我们假设这是时间曲线，叫 t 零 t 一好了，好，它是从一个时间曲线送到这个 delta 这个三角形啊。那它我们要求它是要表达呢？等速运动，等速率运动。他们是要表达等速运动。那这个等速运动呢？它是沿着，等一下我会画两条路径啊。时间 t 0到时间 t 1，好，我现在来画图。
刚才没有画图，对不对？好，现在来画一下。好，它的意思是说呢，我有一个区间在这里，这是 T0， 这是 T1， 可能需要画大一点。好，有一个区间，这是时间轴。那现在我有两个映射，这两个映射呢，分别都是映到正三角形里面。我画两个正三角形，虽然看起来没有很正，但是应该感觉到了，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一个呢是 F， 一个是 G。那我怎么走呢？第一个映射 F 映射，它的走法是这样的。它的做法是你先把这个正三角形的重心找出来，重心在这里，重心有学过吗？对不对？找出来了，现在呢，找出这个重心之后，是你连这个中线的焦点，找出来之后呢，你就从左下角先沿着直线到重心，然后再从直线从这个重心到右下角，这是第一个路径。然后我们要求呢，它是等速率的运动。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说这个映射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区间切成两半，左半段它是一个 affine map，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右半段也是一个 affine map， 但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可以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映射，长这个样子。那我就不特别写出来里面的那些点的记号了。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G 呢是什么？ G 呢稍微比它复杂一点。G 的做法大概是这样。G 的做法是你先把这个三角形，利用中点还有平行线，好，跟边平行的线分成四个三角形，四个全等的正三角形啊。那接下来呢，你把这个图啊复制到这个图里面，复制到这四个小三角形里面。所以左下角的这三角形有一个重心，那你走过来，再走下来。那中间这个三角形有一个重心，所以你是先垂直的走上来，再走过来。可以吗？那上面这个三角形有一个重心，好，这个时候你还是一样，好，先从左下角走过来，再到右下角，最后呢，这里有一个重心，垂直的走下来，再走到右下角，可以吗？好，所以我这个路径呢，我用色笔来画，它就是红的，先这样走过来，然后再走过来，走上来。这个路径是这样，好，那左边这个呢，就是只是单纯的从左下走到右下，经过中心，这个样子，可以吗？好，沿着这两条红色的路径，然后我都是等速度的走，等速度的走，把时间均匀的分配给每一段长度。那你不难看出，在这个图形里面，每一段线段它的长度，红色线段的长度都是一样长的，对吧？都是从零点到中心的距离，然后全部都是正三角形嘛，好，这是为了方便这样画。好，所以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可以把这个图复制成这个，先缩小，然后把它转一转，好，一样就得到从左下角到右下角的映射。好，那现在重点是这样，重点是结论啊。那么结论有两条啊，第一条，那什么是 L？ 这边写这个 L，L 是什么？这个数字 L 呢，其实就是这个长度。这个长度就是 L， 好不好？所以我是用 L 当作我的基准来衡量啊。那第一部分，第一个性质是说，对任何的三角形里面的点，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前面这个 F 映射，这个很简单的走到中心再走到右下角的映射，它的某个时刻啊，使得什么？使得这个影像是掉在。要在这颗球里面，可以吗？地球，好，地球就是距离可以等于 L 的球。那这应该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你看前面这个映射，不管你选的点在哪里，只要是在这个三角形里面，你画一颗距离是 L 的、半径是 L 的地球，一定要碰到这个红色线段，一定要碰到这个红色的路径，对吧？最远离这条红色路径最远的可能跟 A 是谁？上面这个点，这是最远的可能。即便是它，只要距离是等于 L 的话，一定会碰到这个角角。好，那其他的点更不用讲。好，所以第一个叙述是这样。第一个叙述是说呢，
这条红色的路径啊，虽然很细很薄，但是呢，整个三角形里面的点到它的距离，你可以有个控制，距离是不会超过 L 的。三角形里面任何一个点到红色的路径的距离是不会超过 L 的。好，这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只是把逻辑语句写出来啊。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是想要问，现在我有两条参数曲线，就像刚才一样，刚才有两个比较简单的都是直线，我想要问说，这两条参数曲线在同样时刻的距离最大是多少？那结论是，对所有的 t， 他们两个呢最大的距离，距离可能的最大值，不会超过四分之根号七 l。就是你看同一个时刻，你看任何一个时刻 t， 你把 t 送过来，送到两个地方，然后看相对应的点啊的距离。当然你要想象这两个三角形是同一个三角形，好，我只是为了不要让图看起来太花才画成两个，所以你要在同一个三角形里面看距离，好，是四分之根号七 l。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待会我就会讲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有这两个结果，可以吗？这叙述可以接受吗？叙述我看懂吗？你说。对，这三角形是距离在这里。对。RA。RA。好。OK。抱歉。谢谢。好。不好意思。不然的话就是 equilateral， 对不对？是一个实在的正三角形。好 ，Anyway， 不好笑，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呢，这个 lemma 也非常简单，好，非常简单，就是用到前面的东西。那第一个叙述我已经证明完，所以我就不证了，可以吗？第一个叙述你看图就已经看出来了，所有的点到红色的轨迹的距离最长就没有了，不会更长。好，那我们来证明一下二哈。二实在也谈不上一个证明啊，就是高中生会的程度这样。你想吧，我们现在要看这个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时刻的距离。但刚才我特别想，其实呢，这两个定设 f 跟 g， 你可以把它拆成好几段，它在每一段上面都是 affine 的，对不对？最后可以利用刚才前面的第一个 lemma 来分析。我把它叫 lemma 一好了，好不好？你可以用 lemma 一来分析好他们的距离的最大可能值。那么请问全部应该把时间点分成几段呢？来讨论呢，有几段的话八段嘛，对不对？前面虽然有两段，但是你可以人为的再把那两段分成四段，对不对？好，所以实际上你希望看的就是有八段，把时间点切成八段。好，那八段呢，我就把它写成 t 的二分之一 ，t 的四分之三 ，t 的四分之一，然后这里是 t 的，啊，这是四分之一吗？对，八分之一，这是八分之三，然后这是八分之五，这是八分之七，好不好？好，所有这些线段都是相等的。长度是相等的，好不好？好，我现在先把它这样分。那么这样分之后呢，你可以很容易去看出在相对应的点它们的距离是什么。好，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如果我的 t 啊，上面是看 t， 那下面看的是 f of t 减掉 g of t 的距离。我特别在看 t 零一直到 t 零，然后 t 二分之一 ，t 啊，对不起，是八分之一，然后再是四分之一。再来是八分之三，二分之一，八分之五，我画了这么久。好，八分之五，再来是四分之三，对不对？然后再来是 t 的八分之七。还有 t， 好，我把它分成这些时刻来看它们的距离。那一开始在 t 0的距离就是零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左端点这个地方，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直接在图上面看，好不好？好 ，t 八分之一呢，它是在哪里？它是在这一段里面的，你要分成四段，对不对？这个点就是 t 八分之一的点，对吧？左下角这个点。
那它呢？它的 T 八分之一在哪里？就是这个点，可以吗？好，我就不要写八分之一，我写一号点，好不好？一号点，这是一号点。它们两个一号点的距离是多长？这个是这个零半，对不对？那这个是这个的端点，所以是它们的距离是这个零半，对吧？那这整个长度是 L， 所以距离是四分之 L 了。好，所以大概就用这种方法。好，四分之 L。好，那同样的道理，第四分之一在哪里？四分之一在这里。好，在这里。那它的话呢？它跑到这里来了。好，所以变成是这个点跟，也就是这个点跟右下角这个点的距离，所以是二分之 L。嗯。那再来八分之三呢？八分之三是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这个点。那它的八分之三是在这里。所以说你把这个连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又是四分之 L， 对不对？好，所以是四分之 L。好，那二分之一呢？一二分之一是中间这个点，好，那它的呢？一二三四是这个点，好，所以是这个点到这个点是多少？二分之 L， 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八分之五，好，八分之五是在哪里呢？八分之五这个点比较怪啊，是在右边这里，是八分之五的点。那它的八分之五是在上面这个点，好，所以这两个蓝色的点的距离是多少？就需要算一算了。不过你算完之后会发现，是四分之根号七耶，很容易可以算啊。你要用任何坐标法、余弦定理或什么随便都可以，好，都可以算。好，那四分之三呢？四分之三是这个点，对不对？在这里，好，这边四分之三在这个点，好，所以它是多少？这个点就是在这里嘛，对不对？这个点就是这里，好，所以是二分之 L。好，最后一个八分之七在这里，八分之七在这里，所以距离是四分之 L。好，这是零，对不对？好，所以你在每两段中间的距离，仔细一看就全部都比四分之七根号七，啊，四分之根号七 L 要短嘛。那更不用讲，在中间 affine 的部分，你就用前面那个雷马万，对不对？好，利用 lambda 我们就证明了二，好，就这样，好，很简单，对吧？好，好，现在呢，我要把右边那个黑板擦掉了，可以吗？好，右边黑板要擦掉了，好，请说。问一下，就是我是在 R 一里面的话，它是两图形吗 ？R 一图形，一维，一维三角形，三角形这个东西。那我先定义什么是三角形。没有，但是在 Rn 中 ，equilateral triangle 你可以定义，就是有三个点，它们三个点两两的距离相等。那如果在 R 一中 ，R 一中没有三个点两两距离相等，这是三相异点，对不 对, 对？所以你可以说 R 一中没有正三角形。看你怎么定义正三角形。OK， 我说如果我的正三角形定义成要先有三个相异的点，首先三个相异的点，然后不共线，好。才有办法说一个三角形嘛？那正的意思就是说两两距离相等。假设你承认这个定义的话，那在 R 一中就没有三角形。首先，因为没有不共线的点，对吧？那如果你硬要说好不共线的点我也要算叫三角形，那正的条件是两两点要距离要相等，那就不会有三个相异点。那除非说你说好那也算三角形，那就把它加进去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这里 n 要写大于 n 二，好，是这个意思。是吗？好，那我就写咯 ，n 大于二，可以吗？好，对，好，好，所以这证明证完了，那我把它擦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堂课比较像是高中生的科普演讲，好，有这种感觉吧？对不对？有科普演讲的，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讲更进步的东西。我们要利用这个构造，利用从这个到这个的构造来做出一个可以填满三角形的从零一区间进去的映射，它的影像啊，要填满这个三角形，正三角形。那这个映射的方式呢，我就直接画图，就不写那个点怎么映了啊，写也可以，就是要分好多段来写啊，那有点啰嗦。这个映射的方式大概是这样，我从零一区间，我考虑一个映射，好，这个映射叫 fi。好 ，I 是有零一二点点点，有好几个不同的映射。第一个映射呢，它的图形就是我刚才画的，好，它就是画成从左下角到重心，好，这个映射。
好，那为了方便，我们现在假设 L 等于1，好不好？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正三角形上面这个 L 就是1，好，为了方便，一开始可以吗？我们暂时假设，好，这个就是1，好，为了方便。好，这是第一个映射，这是 I 等于0的情况，好，是这样映的。那 I 等于1呢？你就做刚才的操作嘛，好，你就是得到。先走上来，再走下来，再走上去，再走到这边，然后再走上来，走过来，再走下来，对不对？好，这个就是 I 等于1的情况。好，好，这是 I 等于1哦。好，你就以此类推，你就继续把刚才的那些三角形全部都做同样的方式来复习。好，所以 I 等于2，我稍微画一下。虽然我实在不太想画，但是还是画一下，好不好？不然画不画得下？好，看一下，然后辅助一下，画个线。好，这个呢，它就是哇，好小。好，可以吗？好，看得懂哈，就这样画。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往上之后，好，再走到看一下哈，左下角来这里，再走过来，好，再走过来，看一下哈，头也不会上，手转转转。要看一下，先到左上。好，这样子 OK。好，先从左下好走过来，走到这里没有错。好，上来，然后再垂直的走上来。好，那刚才垂直走上来是往左走，我现在再往右走，然后走到这边，再走过来，然后再走下来，再走过来，好，这样可以吗？好像只有我在享受这个乐趣一样。大家好像心里有觉得很嗨，什么团结心？哦，断开的点是我故意画的，比较断开，它应该是连在一起。这个这是同一个加毛，两个断开的。好，那接下来点二哦。I 等于2，后面还有其他的，可以吗？自己回去画好不好？这没什么，你不画出来也可以啦，因为重点不是把它画出来，只是让你看一下有感觉，就做这个操作，你就一直重复的把这个三角形替换。那无论如何，你替换完之后，每一段三角形里面的映射的端点都还是固定的，只是里面走的乱七八糟的。那你请说，要说这个画法是唯一的。是唯一的啊，我现在这个构造是唯一的，所以按这个顺序，我就采用这个顺序，就只要遇到这样的东西，我就把这个东西缩小放进去，把它的图缩小放到自己一样。方向就是看你这个尖尖朝的方向是哪一个，尖尖的这个头顶，看它朝的方向，当然还要考虑它是左到右还是右到左，要三个面这样子，所以唯一决定的啊，只有你就采用这个唯一决定的做法，可以吗？好，那现在呢？这样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好，按照前面这个论证，你就对每一个三角形里面都去用刚才这件事。好，只是说呢，刚才这件事情告诉你，这两个映射它的差距，点之间同一个时刻的点之间的差距，最长是四分之根号7 L， 对不对？那我在第一步跟第二步比较的时候，我的 L 就用一，但是第二步跟第三步比较的时候，就是在每一个小三角形里面做，所以 L 变成二分之一，每次都缩小一半。那第三步跟第四步做就是变成四分之一，那个 L 就是四分之一。好，所以 in general 你知道 F N T 好减掉 F N 减 E T 好，你看两之间同一个时刻的点的距离，它就不会超过多少？四分之根号七的二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可以吗？L 是一，我现在 L 假设是一，对不对？好，就为了方便，那个 L 就不写了啊。还有 N 是自然数，对不对？好，你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他们两在同个时刻的距离是越来越近的，而且近的程度就像一个等比级数一样，公里是一的等比级数。好，那
不止这样哈，像刚才前面讲，如果你看的是这个 F 映射，里面的点到红色的线段的距离最长是多少？是 L， 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图来说，三角形里面的点到第一个映射的影像距离最长是多少？是一。到第二个呢？二分之一，第三个四分之一，好，所以这个图越往后走的时候，你可以说红色的影像越来越密，因为任何一个点在这里距离一以内会碰到红色，在这里是距离二分之一以内就会碰到红色，在这里是只要距离四分之一一以内就会碰到红色，请说。四分之根号其实要换成四根号三分之根号七。四根号才不用啊。因为 L 从根号三变成一啊。L 从根号三。因为左边没有 L 是这个 ，L 是这个。哇，一开始第一张在两边长是根号三。好，等一下，没有啊，没有这是 L 的话，这是根号三，没错，好吧，这是根号三。那不是根号三吗？边长是根号三，没错。我是把 L 改成 B 而已。哎，好，为了方便嘛，就这样，不然就会很多根号三了。好，那么这个四根根号三也不重要，它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好不好？它不是重点，可以吗？你说。那如果画的方法是？画的方法不一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重复的套用这个定理，你需要想一想距离怎么估计嘛。所以我画一样的方法，重复的话，我就可以在每一个小三角形里面，每一步跟下一步里面，重复的使用这个定理来说。那你只要确定它可以两步之间可以比较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四分之根号七它跟我现在画的法有关呢、啊，因为它是跟点跟点之间的距离有关嘛，最远的点距离。所以如果你选的不是这个的话，怎么会是四分之根号七呢？对不对？好 ，OK。那四分的画法不是只有这种构造法，也不是只有正三角形来做了，你可以在书上找到各种。只是说我们采用正三角形的写法的话，比较精简，好，这个证明可以写的比较容易描述一点，可以吗？好，那现在呢？既然有这样，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要令这个 fi 取极限，这个每个 fi 就是一个映射，一个连续映射。我想要知道它会不会有一个极限映射，因为如果它有一个极限映射的话，它又是连续的，万一，然后它的影像感觉就会很密，对不对？就有机会可以填满整个三角形嘛。所以大概想法是这样。那你知道一件事情是？特别的 ，Fm 是什么 ？Fm 可以写成 Fn 减掉 Fn 减一啊，这个函数级数，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把 F 负一规定成原点。空间的原点，好不好？好，为了方便，所以你把这个东西不断的加，对吧？我应该没记错吧？这样看好，对，没错，对，是的，好，这样，好，我就把刚才这些东西就想成是双变数函数送到双变数或是多变数，看你 Rn 是 n 是多少啊？假设这个 n 是很大，就是 n 变数。但它不重要，是向量，所以向量你可以做相减，相减再来加，对不对？所以里面就是一些向量值函数。那我们上次有学过，只要遇到向量值函数的级数，如果呢里面这个绝对值小于等于一个求级数和会收敛的东西，在这个例子里面是一个几何级数，对不对？所以由这个 Virtuos M test， 它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它会 converge uniformly。它会送到一个映射，它会从零一区间送到 Rn 中给一个映射，好，在这个 Virtuos M test， 对不对？好，我遇到函数级数的时候，如果非常简单的可以知道每一项的大小会被一个会收敛的级数的每一项正量级数的每一项给控制。比如说几何级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级数，或者说它的部分核序列 ，Fm 就是它的部分核序列，这部分核序列会均匀收敛到某个东西，对吧？好，那不但如此，你还知道一件事，因为每一个这个都是连续的嘛，我这个映射显然都是连续映射，对吧？好，这都是连续映射，所以你知道
因为 fn 都是连续的，好，对所有的 n， 所以就保证这个 f 也要是连续的，因为只要是连续映射的均匀收敛的极限，那个函数那个映射一定是个连续映射，这也是我们上次证明的内容，可以吗？所以我事实上是真的有一个极限映射，极限映射怎么做呢？就是在时刻 t 的时候它应该要对到谁，你就看这里对到点是谁， f1t 再来是 f2t 再来是 f3t， 你把那串点列找出来，在三角形里面那串点就会越来越靠近某个点，我就把它叫做 f of t。 那重点是它不但是点每个 t 都会收敛，带进去都会收敛，收敛完的结果从 t 送到那个极限点的那个映射会是一个连续映射，可以吗？好，那注意到一件事情，好， f 呢它把整个零一区间都会映到三角形里面，可以吗？这问一下坏啊，这很简单，好，因为每个 fi 都会嘛，对不对？所以 f 也会，好，那为什么也会？你想一下，当然你要用到一些性质，比如说 delta 是 b 值，可以吗？因为 b 值里面的点列的极限不会掉出去了，好，简单的说，好，所以无论如何，我最后得到一个映射，这个 f 可以想成是从零一区间映到三角形的映射。那我们只剩下一件事情，我已经知道它是连续的，我想要证明它的影像是整个三角形。可以吗？这个三角形里面每个点都会掉在它的影像上，都一定是它影像里面的一个点，可以吗？好，好，那我们现在来证哦。好，我现在把下面这段话擦掉了，先不要，先在这边，我把它擦掉，好吧？这里，这应该可以擦掉了。好，我们先做一些分析啊，先做一些讨论。最后我再下角写一个讨论，好不好？好，另外我还知道 f of t 啊，这个极限呢，跟某一项跟某个映射啊，那个极限映射画不出来了啊，极限映射就是一个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因为画的应该要填满整个三角形嘛，对不对？画不出来啊。它跟前面某一项在同一个时刻点的距离啊，怎么估计呢？按照它的定义啊，它是这个极数的和嘛，对不对？所以它应该就是这个是从第零项加到第 n 项，那这个是全部的从第零项加到后面的，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写成是从第 n 加一项，对不对？好，一直到无限大 f n t 减掉 f n 减一 t， 对不对？我要看的是这个的长度，可以吗？长度，这就是一个级数。好，那么先把东西加起来，只要收敛，我现在知道它收敛了。收敛以后的长度一定会小于等于全部加绝对值，再加起来。好，这是无穷多个项的三角不等式。那你说为什么？我让大家想一下，哇，好不好？这很简单。好，只要是一个级数，只要收敛，你全部加绝对值。会小于等于个别加绝对值相加，只是说个别加绝对值相加有可能是无限大，好，一般来说啦，一般来说。不过在我们这个情况呢，它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个几何级数的控制嘛，对不对？用几何级数来控制它，所以右边这个东西呢，就是它会小于等于你换成这个几何级数把它套进去的结果。那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我就不算给大家看了哈，就直接把答案解出来，因为只是把几何级数用这个项套进去啊，所以是这个乘上二分之一的 n。可以吗？好，这是对所有的 t 在零一区间里头，还有 m 是自然数，可以吗？好，所以我现在写的右边这个黑板写的所有东西我都要用到。好，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 fm 它会均匀收敛到一个 f， 均匀收敛到一个 f。那再来是下面写的这个估计。好，那为了方便呢，我把这一串这行字先擦掉。让你看得清楚一些，这个估计待会儿需要被用到啊。下面这个估计 ，A 吗？好，这个 map 是一个 continuous map。那我现在已经可以把它改成，它是送到三角形里面，对不对 ？A 吗？我把刚才那几句话浓缩，你不用重写。好，其实刚才我擦掉那句话，就是把它放到这里面 ，A 吗？好，好，现在呢，我们要来证明啊，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说它的影像就是整个三角形，可以吗？这个映射的影像就是整个三角形。好，那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好，你要证明它的影像是整个三角形，先想一下它的影像是不是一个有界闭集。零一区间是不是一个 compact set？ 是 ，f 是连续的，所以它的影像应该是一个有界闭集，是一个 compact set， 所以是一个有界闭集。好，特别的是一个闭集啊，是 delta 里面的闭集。那你要证明 delta 里面的每个点都掉在这个闭集里面，你只需要证明那个点不管多靠近它的地方都有这个闭集的点就可以了，可以吗？好，所以我们要来证明的方式是这样，因为不管你挑了一个点，如果不管多靠近它的地方都有一个 B 级里面的点的话，你就可以挑一个 B 级里面的点，并且收敛到它，对不对？但是因为是 B 级嘛，所以收敛到的点要掉在 B 级里面，好，这样就可以证明每个点都掉在那个 B 级里面。好，所以我先把我要证明的结果写出来。好，我们要说的是对任何一个油塔里面的点，还有对任何的一个半径，好。我们总是可以存在一个时间，使得呢 f of t 时刻 t 这个极限映射会映到它的球里面，以 a 为中心 ，r 为半径的这个球里面，可以吗？我们要证明这件事情。这样一来，这样一来就会保证这个 a 呢，它是一个 limit， the limit。of a sequence in a closed subset对不对？如果我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话，因为不管多靠近 A 的地方都有 F of T 的点，都有这个 F 的影像，所以我就可以找影像里面的一串东西越来越靠近 A， 比如说你选 R 就是 N 分之一的时候，对不对？不是个 N 啊，k 分之一的时候，让 k 变大，对吗？好，所以这是我要证明的技术，还没有证明，我们将要证明它。那证明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容易。它的想法大概是这样：你呢，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先挑一个点，那你挑一个 r， 比如说 r 是十分之一好了，那我就只要看够后面的图的话，那个点呢，在比如说二十分之一的范围里面，一定会有红色的点嘛，对不对？好，那红色的点呢，就跟最后一个 f。的点，好，最后一个 f 的点有一个控制，有一个估计，它会小于这个，所以只要 m 选的够大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最后我要的 f。好，那让我直接一口气把它写出来。好，对任何的 a， 好，就像我上面一样，对任何的 a 还有 r， 好，我们先选一个 m。选这个 m 呢，它要够大。选够后面的项，那让它多大呢？我只要多大就够呢？我只要让这个二分之一的 n 次方加上二分之根号七的二分之一的 n 次方会比 r 小就可以。那当然你看得出来，只要 m 够大，一定会成立嘛，因为 r 是固定的。那左边呢？只要 m 够大 ，m 越来越大，它是趋近零，对不对？所以只要 m 够大，就一定会比 r 小，我一定可以做到这个 r。我要讲的事情是说，这个 r 就可以让我实现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步骤啊。怎么看呢？首先，上面这个我要擦掉哦，这两行我把它擦掉。好，不要忘了 ，f 就是那个极限映射，对不对？关键是下面这行估计。我先把它留着。好，你想，如果这个成立的话，我知道一件事情，按照我的第一个 lemma， 好 ，a 了解 a， 好，哇，我们由刚才的 lemma 二的第一条，你知道一件事，你可以找得到一个 t。它是在零一区间里面，使得呢 ，f m t， 它是
属于 v 二分之一 m a 方，对不对？就你看第 m 个阶段，第 m 个阶段，那距离 a 呢？这个距离以内的点一定有影响，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刚才的 l， 好，其实不同步的 l， 第 m 步的 l 就是二分之一的 l 次方，对吧？好，所以我总是有这个东西。好，换句话说 ，f of t。FMT、哦、跟 A 的距离是小于等于二分之一的 m 次方，我可以做到这样，我可以找得到一个 t， 好，对这个 m 可以找得到。好，那最后呢，又知道一件事情，又由下面这个估计，对这个 m， 对这个 m 来说呢 ，FMT、哦、FMT 跟 FP 的距离会小于等于那个数字，对吧？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下课10分钟。